哎，小轩，你自己、啊、你好意思吗？怎么了？你好意思吗？张轩，你床上的东西好意思吗？我就是喜欢那种鲜粉色，就非常亮的粉色。老姐，最近有了新的宠物，黄色的，可以嘎嘎叫的那种。没有一个人逃脱了，就连丁仁心都没有逃脱。有人哭了吗？休息日的时候谁会起得最早？嗯？哦，是马哥，就是我。好，因为习惯了，习惯了，我就是起得很早。谁会有起床气？都有吗？我没有，我有吗？晨起？他不是起床气了，他就是对，他就是起床气，就是耐，比较赖。赖倒不至于，比较赖。他比较迟。能力员啊，你啊，不要。啊，不是，我是这样，哎，不是，我是这样，我没有这么夸张，但有点这种感觉。谁学舞的时候记动作最快？他俩肯定记得快，记得真的快。现在还有人不敢关灯睡觉吗？我敢啊！你怎么不说敢吗？我只是不适应。他现在在重庆，我先睡了。我说你一会儿把灯关了，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。谁的房间最整洁？哎，小轩，你自己、啊、你好意思吗？怎么了？你好意思吗？怎么能自己？哎，我们就是你好意思吗？就是自己。张轩，你床上的东西好意思吗？你好意思？我床上有什么东西啊？三套睡衣而已啊。谁最精致爱护肤？是，应该说黄华的。谁最容易笑场？每人说一个自己最喜欢吃的菜。章鱼烧。最喜欢吃的还是可乐鸡翅。拌冷面。我妈的茄丁捞面。炒土豆丝。梅花鱼头。你们是怎么能说的这么快的？我每次到这种题我都会犹豫，因为太多了。我就说一个，比较喜欢吃炸鸡。最想尝试和最喜欢什么发色？我染头发。给我这儿来一点红色，然后这边搞点绿，这边要紫色作为那个打底，上面喷一点白色的那个染料，对，然后这边呢来一点蓝色的层次，要那种渐变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往上再来一点橙，然后这边呢再给我搞一个绿的头发，对，就差不多了啊。我就像那种高级的金属灰，那越灰越好，越金属越好。然后什么？就看起来很润滑的那种。我想染银白色，越白越好，白的亮眼那种。我想染蓝色吧，我觉得褪了会很好看，就是。我喜欢偏冷色调的，都挺喜欢的，主要是喜欢蓝色跟灰色，灰色跟蓝色混合在一起，对，挺好的。调，你们先调一下色啊，用画板调一下色，哦，这个颜色啊，再染上去啊。我就是喜欢那种鲜粉色，就非常亮的粉色，因为我感觉粉色褪了也还挺不错的。反正就后期老师就看着调吧。我喜欢的有点多，我喜欢那种绿色，那种翠绿翠绿，就是特别特别比这个网球都还要绿的那种颜色。荧光色呗，不，比荧光色要偏绿一点。竹子。对，不，比那个要再鲜艳一点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，我曾经想过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就把一边全部弄成白色，就是特别特别白了，然后一边就留着我现在的黑色，就一边白一边黑。还想过就是全部染成那种鲜红色，就是特别特别红的那种。行吧。对，但是不知道到时候自己出来会多么的丑啊。近期最有趣的一件事，我觉得是 MV 的时候吧，跟他们去探险，然后他们说的是要跟我们分开走，因为当时那是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嘛，说的是要分开走，然后结果走到一半，他们三个吧，就躲起来来吓我们，就没吓到。对，我觉得那是最有趣的事情。然后还有就是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们还不是特别愿意去，然后后面还是来了。就是那天吧，我也是比较有趣吧。就是张哥，他说他不怕，他一点都不怕，
实际上还本来是想录个小视频嘛，他往车那边走，他走着走着还听有声音，立马就感觉不慌不忙跑回来说，哎呀有点吓人，就是突然有点声音。但是我转头过去看那个司机对着我看着我，我又不认识他，都是让他还给张哥打招呼呢，然后就把张哥吓得跑回来了。我们的小张张由于是想把她真正的变成一个女生，从头到尾细致到极致，她连她的腿毛都给脱掉了。对，因为穿裙子，对，对，对，为了我们的 MV 现身。你们不知道吗？她刚开始只退了一边。哦，这，然后那天，小张那天穿短裤，然后说，他说我不敢出去，我说为啥？太老气了，太老气了。然后一边是对的，一边是没对的，啊，这又不是我想说的好笑了。好笑的是最近，有了新的宠物，黄色的，可以嘎嘎叫的那种。我是你，是你吗？有趣的事情，我记得拍 MV 的时候，我看小马女装，那有一个镜头就是非常的性感。马哥拍的，就是很有女人味儿。哦，就是那个你叫吗？很有女人味儿啊，马哥。很有女人味，那个钻戒很美。就我们上菜那个。哦，就是他跑过来是吧？对，然后。还原一下呀，马哥。我不，赶紧站起来。其实就是那种，非常霸气。然后走的就是那种头发一颠一颠的，然后看起来特别潇洒，然后那挺厉害，然后过来了之后，然后就是那种哦，有点贵。我有趣的是就是打乒乓把贺峻霖打赢，连续打赢10把。啊哦，那不是说反了，开玩笑的啊，反正就打赢他一把嘛，不挺有意思的。哎，有意思有意思，打到我累了。不是，那把是这样的啊，贺峻霖说我认真跟你打一把了啊，那我说那我就随便打打吧，没想到就赢了。赫尔承认吗？我不承认，我没有说过这句话。什么呀，反正我就赢了，我不管。看了没，赢我一把这么开心，11-1。没有，跳过吧，下一个。有趣的事情的话，我们那个拍 MV 的时候的那个女装，然后拍完了，就是我们的镜头都拍完了，然后我看张哥他一直那个不想脱下，然后就一直在那儿拍照，然后他还拉着我一起和他去拍照，然后我们还拍了很多的那个照片，后来还和刘耀文一起拍了那个照片，就是每个人就是感觉大家都非常融入进了这个角色。还有的话就是前两天去那个海边，然后就是在那玩水的时候，就是每个人都被扔下海了一次，对，还挺有意思的，没有一个人逃脱了，就连丁程鑫都没有逃脱。拍摄 MV 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？那当然就是探险啊，是，就是因为那边是那种那边是一个比较是一个废弃工厂。哦，对，哎，啊，第三天、啊，最后一天，就是那天晚上，。哦，你们两个其实已经疯了呢。对，那天晚上我拉着他们，因为当时我跟那个摄像师哥哥说。说晚上，哎，这边很适合探险，我们晚上来组织一场探险，是吧？然后就拉着大家一起走，你知道吗？一起去。你说我还是去了的，是吧？我没有什么问题吧？我没什么问题吧？有人哭了吗？没人哭。没有哭。哦，那就没意思。那这咱不，但是真的有被吓到，就是有人，某些人真的有被吓到。吓了夫人。对。